Estás haciendo números así. Sí, no. Afirma. Yao a. Se lo han dicho. 昨天都拆了两次了。你可以看得到，它那个红光只是一个指示光，只有那个白光才是真正激光。嗯，就是这个拆这个外框的话，直接就不用拆那个，直接把这个弄掉以后就拿下来了，是吧？来，帮我拿着。 那这样就方便多了。照的老哥这里。我带卡片下来了。在这里。可以的。这才方便多了。哦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把里面那个。 偏光搞坏了行。还剩在那头啊，师傅。 现在那个手机能拆10几次还能正常用，就可以了。<笑>因为这个的话没拆牌，只能这样。现在只做了一个这个的屏，只能用它的屏来拆。可以，点点。来了。嗯，现在。它这样的话，比你不管是热拆还是手切什么的话，都是。